刘宝宝说想让我吃个大肠的长视频，那就吃。嗯，烫死我了。嗯，这烫的，搁这刘海都能看见脚印儿。碎了，搁空气炸锅，时间有点长了。但是我还比较喜欢吃这种脆脆的，干干巴巴的。这个大白菜挺好吃的啊，尤其有的宝宝说什么酸的、甜的，反正我觉得这个口味是挺适合我的。这样的，这小罐儿。就是炸的有点脆了的话，有点不太好咬。越嚼越香。算长了吧。